那里有蓝色的东西耶，是价卡耶。我们要不要帮那些铁匠吃？应该没有用吧，他要先拿了家长证明，他的价卡交到学务处，三天以内办理请假手续才有用耶。真是没有用。对，走吧。老树，我们进去看一下吧。同学，你们看起来很惊慌哎，怎么了？我们被僵尸追。僵尸？没有啊，我没看到僵尸哎。你们是不是压力太大了？压力太大的话，可以来辅导室找老师咨询哦。如果怕跟老师太尴尬的话，我们也有同侪辅导员可以申请，咨询长姐来陪伴你们哦。真的有僵尸啊！快跑！高中特色专有名词之一，源于成语苟且偷生。你知道那里有安全的地方吗？我记得三楼有一间门道是好像是自由特色的吧。那快去啊！啊，等等我，跟我进城。先跟我进城先走好，拜拜。